不过我们今天因为这一卦哈，有两个是那个有什么？等一下，你要搞清楚，我要戴墨镜。我是以证人的身份出席的。我是以证人身份。我是证人的身份。盛哥，你做的副业，我们帮你列表之后才发现，好长的一张表。我还有一半没有列出来。那我先回去休息一下。还有更奇怪的行业。嗯。还有更奇怪的。你是怎样啊？因为当时我神经病，因为我外面交的朋友多。耳朵很软，嗯，说哎，这个可以做，因为我们艺人呢、啊，自己在学校学的是编导，嗯，自己又看戏，自己演戏，嗯，然后呢，你就认为日常生活中的做任何事情，他的考虑，你就用某一段戏来考虑他，所以通常都会失败。来，你认识他几年？三十年哦，所以这是也是以证人的身份出席，对对对啊、哦！投资清洁公司亏了300万，哎，我那清洁公司点子是不错，因为清洁公司跟着后面的保全来的，因为保全是一个大资本的事情。他们的敏感度非常高，嗯，比如说他一发现这个，哎，商机在这里，一发现商机在这里，马上就投入。那投入下去之后呢？经营它有经营的一个要时间，嗯，一个叫你要有那个策略，嗯，一碰到了财务经营的东西的时候，这挂艺人就挂掉了，七年亏1500万、嗯、，OK， 那因为这个衍生的清洁公司又亏300万，1800万 ，OK， 进口海参你怎么？这个厉害了吧？有个国家叫，是你爱吃海参还是你没事进什么口海参啊？我这个我也海参是零胆固醇的东西，是对人身体来讲是很好，是而且每人也知道我的很多这个哥哥们都在海产界，对，所以就想在有华人的地方那个海参都被抓光了，嗯，那我就到没有华人的地方，嗯，那个国家呢叫做克罗埃西亚。没听过吧？那也蛮有名的。库克曲啊，那公牛队那个最佳第六人。对。哦，那个时候翻一座山，塞拉耶夫还在打仗。嗯嗯。我就到那边去弄海参。嗯。哦。因为欧洲人当他是 monster。嗯。因为有他的那个海域呢就没有鱼。嗯。所以他们很恨那个东西。希望把它清除掉。我想说，哎，那我正好是我来。嗯。我的那个潜水服长得像 Robert De Niro， 好真帅！你会不会扯屁？所以我们买海参的时候会附 Robert De Niro 的照片，说这是那个像 Robert De Niro 的这个潜水服帮你抓到的。这你还搞得连我真以为，我真以为我发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载着我，然后他说我们的海岸到处都有这个玩意儿。嗯，我说好，你不要说，停。我就想车子就停下来，你现在下去10分钟哦，250公斤海参捞上来，嗯，怎么打？而且带刺，哎呦，刺身，我心想说太棒了，蛮顶，而且海参还可以吃沙西米，对不对？一口咬下去，我真不骗你，眼泪喷出来，嗯，比轮胎还硬。你找到是老参吧？哎呀，真的是要发了，老参是陆地，然后就想一想。要到出国之前问的那些这个煮海参的这个专家，哦，要先用那个汽油桶啊什么，先煮完了它会缩，嗯，这么大的海参啊，嗯，会缩到这么小，嗯嗯，所以说也很好吃，唯一的麻烦就是没有技术去把它附在上面的石灰尘呐，嗯，石灰岩呐，把它去除掉，嗯，所以就垮。我们做冷冻柜都有啊，你还没有把技术搞好，你就去投资啊？你聊到弄了500万，我想我不是去吃喝玩乐花掉500万，没有，真的啊，没有，我那是躲飞弹，他们就抢，就把人抢走了。对，那个时候正好，我在那边。不是你这个是倒过来做嘛？你应该把技术都克服，你才去投资冷冻柜啊那些，不是吗？对，他见猎心喜啊，一看到那个东西可以的，跟高雄的讲，我还有另外几个的，然后。这人也是做个大的，哇！马上，嗯，加码，嗯，冷冻柜、工厂什么都弄。嗯，你到底有没有带任何一只克罗埃西亚的海参进过台湾？有，哦，带了有好几斤呢。嗯，
也煮了真的好吃，嗯嗯，但是它上面之前耐刷刷，嗯，就是那个石灰岩、哦、就口感完全是破坏掉了，嗯。要想办法突破啊，去问人家怎么做的。有，我们也突破了、嗯、我们用那个凤梨皮啊有酵素，嗯，可以去掉，把它分解掉，嗯，但是一去掉之后呢，嗯，它卖相就不好啊、哦、刚刚五月就撑赶快了，哎呀可惜，所以那个是蛮可惜的，所以克罗埃西亚的海参、嗯、之所以人家没有去做，就是因为这个没办法突破，这样你懂了吗？不然怎么人世间500万换一个答案、哎、对啊，录影带电半年你也可以亏150万，你要看，哎呦，这个是个笑话一则。哎，你是卖 A 片吗？不是，因为你录影带，你贝塔要转成这个 VHS， 所以大家在转的时候变成贝塔，不见得每个人去换机器嘛。嗯，我去应付这些客人就够了吧？嗯，对不对？嗯。我朋友跟我讲啊，头，那我们中立呢又有很大的眷村，嗯，那大家也没有钱去买 VHS 的袋子，嗯，所以去做贝塔，好吧、啊嗯，做，就装潢进货什么的，嗯，火灾，天哪，一把火烧掉150万，因为隔壁是个做广东烧腊的，他是二房东、啊、那这全毁了，全毁了，他们又啊，我都想哭了，真的怎么那么惨呢、啊、我们听到都好有画面，我只能怪我自己太晚帮他算命了，对、哎、他的命盘里头田宅宫有七煞加火星，哎呦，俗称这个就是白纸黑字，所以居家不要坐北朝南，红色的东西少用，而且怕火、嗯、其实他朋友有五曲逢煞，被朋友倒会跳票，是他最不好的两个宫位、啊、他第三个宫位是破军阳刃在极恶，嗯，他是有个外出血骨折脱臼、嗯、或是血光的一个格局，嗯，如果去包皮盲肠割一割或捐血的话，就不会有内出血中风的事情发生，哦、啊、我是跟你这样良心的建议，我的盲肠割了这么大啊，还不够，结果我还中风了那么多次、啊、其实就是因为这个破军阳刃有没有、啊、其实可大可小，他命中也有好的，福德宫很好，再苦再难他都能够熬过，甘之如饴，也能够顺利的面对，他也都还能笑，对，还有他的老婆非常的好，贤惠贤德，而且对他持家有帮助，是他唯一好的地方，他唯一人生做最对的投资就是学历，对对对。